小姐啊，而家嚟到嘅就系天河区啦。哇，好旺喎，发展得好好喎。诶，师兄啊，咁你咧就系香港人啦，但我知道咧你都嚟咗广州投资咗十几年，而且我知道你都好巴闭嘅。嗱，你又系政协啦，亦都系广州嘅市政府国际投资顾问。咁你点样睇香港人过嚟广州投资啊？咁我就喺十年前买咗个单位，200个方，大约系300万度啦。咁今日咧系1600万。咁你讲其实咧，你睇到呢个1600万减翻个300万咧，你每年有100万俾你。嗯，都好。呢就系讲其中一种嘢咯，就系 cake 嘅问题咯。你买咗核心嘅嘢，唔怕几时都唔怕投资嘅，因为佢未来一段时间都会缺货嘅。我知道人哋教我 location。Yeah 。咁但系而家咧，而家听人哋讲咧，大湾区如果买楼有限购，咁点算？啊，车位有个好处咧，就系暂时未限购。咁其实今日咧同佢哋倾偈，带你嚟天河区睇下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唔好错过呢个机会。因为未限购嘅情况下咧，你短短嗰几十万咧，你唔去投资啊，其实你好笨嘅。呢一度咧系我哋公司其中一个停车场嚟噶。咁我哋所售卖嘅车位价格咧系由20几万至到40几万，租金回报都唔错噶，有3至4厘噶。你唔好睇少呢3-4厘啊！作为投资者，我哋嘅投资当然就系睇升幅啦。咁广州人多车多就系人都知噶啦。咁据保守估计，我哋嘅车场咧喺未来嘅2-3年应该系可以升到1倍或者以上噶。咁一个精明嘅投资者，你会点睇啊？